估计是他们。这蛮恶的，这样。你看这那吃炸猪，不是吃炸猪。哦，我以为修脚呢，结果那是修手呢。你把那指甲上只有一皮一骨多光那个，啊，炸烂了去。是吧？是。生活贵，就要去最贵。 方飞，明天是什么日子？我想用不着我提醒你吧，弟弟。我在香艳大酒楼订了桌子，晚上7点，别忘了准时到。顺便去接趟丽茹，她这段时间情绪很差，正好也让她换换心情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哎，你好。给这个你哥哥。 你这手掰的僵硬。闺女倒是会炒嘛，俺没人说说，眼一坐起来，赶紧看咖啡看电脑了，质量好。对了，你跟小贝的事。 没有啦，兄弟他们都相中兄弟会伺候。干人事，你这当妈的天天向你道歉。玉茹，孟小佳，对不起你。这是他胖子啊。 这是个筷子，咱这来炒筷子。我知道，你是一天两天的，你消不了。而且齐主任千万别做傻事儿啊！你看这小蕊的份儿上，千万不能跟小蕊离婚的。小蕊已经求我一次了，所以我肯定不敢了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我去看一下。 咱婆媳俩关系怪好，给他婆子都气眼闭了。痛吗？痛。嗯？痛。正在流产呢，她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孩子没了。玉茹，你跟江雄飞，我是在想，你们有没有可能能够重新在一起？就算没有。 我不管他们有没有孩子，我不管他们是好了5年还是1天，只要我知道了，离婚就是必然的结果。这是他前媳妇。 腰皮大四个，感染对起有媳妇们要换这药。这是来子？嗯。多辛苦一辈子病，多辛苦一辈子病，早晚有一天，你会到我这个年龄，那时候你就会明白，我现在经历的，就是你将要面对的。哦，等于这四个兄弟就是。如果能让江雄飞回到你身边。 如果你们之后重新在一起，我可以保证以后不会再跟他有任何瓜葛。你的丈夫，我还给你。多尴尬。 那就该是这个结局，四个月的，感染有媳妇有婚姻啥，得了。这个好。那现在怎么办啊？我哪知道？我到二天没回来。